原标题：中国的莫里逊。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记者拍摄的1894年的重庆一。1881年19岁的莫里逊，福建教育出版社是国内影像史料出版的重镇，其代表作是莫里逊眼中的近代中国丛书。该书责编林冠珍老师是我非常敬仰的前辈，纪文努学社特地整理出莫里逊系列组图以饷读者，并向福建教育出版社及林冠珍老师致敬。 APJ 1894年某位中国先生给莫里逊取中文姓名后写下的样本，并用阿拉伯数字标上笔画的顺序，左上角显然是莫里逊小心翼翼的试笔。 APJ 1894年中国西南一座城市的郊区。 APJ 1894年重庆的一个戏台。 JPG 1894年西部某城一个大阳台上的妇女。 JPG 莫里逊和老王，老王是莫里逊所雇的苦力头头。 JPG 重庆郊外浮屠关的牌坊。来源：莫里逊眼中的近代中国，北京的莫里逊分卷，福建教育出版社。 JPG 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